Hi, World Builders, 我是 Sammy。 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学校的期末作业，把滑鼠拆开后，然后做一个新的外壳上去，主要是要练习 Creo 这个软体啦。那就让我们快速的看一下这个怪东西我是怎么做出来的吧。从一个盒子开始，然后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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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咻咻蹦蹦蹦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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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咻咻蹦蹦蹦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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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咻咻蹦蹦蹦，会出来再经过一段时间印出来后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好大，这是什么巨无霸的花束啊，拿在手上和在电脑上看真的差挺多的啊。就这样吧，巨型也是一种特色嘛，呵。 Alright， 这集就这样，希望你有被娱乐到。我是Sammy，我在寻找 World Builders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。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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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咻咻蹦蹦蹦。